即摆咱阁继续啊，继续着即本来阁再经文阁再读一遍吼。即摆阁再看下，比如良医智慧充达，明廉风裕，善治众病，其人多助诸贤，欲习而习，乃至必所。吼、哦，医有属言，远至医国。诸子无何因他独欲，欲发紊乱，反转有地是时，几乎翻来归家。诸子因独学习本心，学不识者，要见几乎皆待欢喜，跪拜文信，善安温归。我定无期，我福独欲。好、哦，愿见救了经书寿命安尼。啊，这伊内面就讲到这个解说到这个个阮是医国安尼。阮是医国，伊是计讲有心去净土，有心畏土，安尼来讲。啊，其实吼、哦，我正甲谁讲者佛陀会当这个三心的中间，唔都有一个共体发心吼、哦。咱南无陀共同一体这个发心。啊，佛陀内底已经有变现，就是由这个发心发性所流心，就是这个报心安尼。但是由这个报心了后，这个报心有哪骗虚空界，发心骗虚空，报心也骗虚空。但是伊有无量的应化心，这个无量的应化心吼，这个咱有一句话，咱开始写这条歌吼，咱怎么看这个？这个叫客修归命十力尊。十八不共事无为，三世诸佛无定论。安那甲看呢？咱就知讲，伊当时伫大通地仙佛迄段时间，十六王子的其中一个啊，对吼？伊寿命嘛，在仙佛就是在当时的仙佛啦，吼、哦。但仙佛了后呢，所以伊已经度无量无数无边的这个众生，有哪成佛道啊？所以我甲写讲，三世诸佛无定论。尽有无量阿僧祇，吼、哦，这个就个在无量在大通地仙佛甲即嘛，伊就化到无量行沙众，行河沙。比如讲，这个行河沙变行河，啊，这行河了，这变行河，搁无量行河的行河沙，伊已经度无量众生成佛了呢。啊，是咱讲一句实话，咱实在是较无要上架。因为咱并未伫三宝世界嘛，咱佛陀的示现已经大部分众生，咱无要上架，所以咱今个伫这个所在还好啦哈。有哪个未要紧，起码咱较紧上，安尼较重点哈。所以唔敢讲虚空佛刹不可算，虚空佛刹不可算就是讲咱世尊东方极乐国土，算是有无量无数幸福所爱这个佛国嘛，对不对？头前个讲的啊，哦，这个是咱猜出安尼。所以，伊本身伫这佛刹不可说的讲无量讲未出来，但是呢，伊有无量的化佛，当中伫无量佛刹里，刹那刹那是成道。伊毋是干那伫咱这个所在，伫三千年迄段中间讲伊成佛涅槃啊。所以可以讲，既然有无量的恒河沙，吼、哦，会佛刹啦。所以我咧讲，算是伊每一秒。甚至唔是每一秒内底小，比如讲迄个小刹那间，算是伊伫只生活，搁伫只生活，搁伫只生活，只生活，对吼？伊嘛是亲像今仔日伫咱即个娑婆世界，即南瞻部洲生活尔，伫无量的即佛国中间，拢都是刹那刹那，吼、哦？安尼这个生活，应该即句话是无唔对，安了解吼、哦？所以即嘛。伊头下遐是计讲异国去别个国土，其实伊并无离开咱。伊虽然是表示幸福，但是佛尊伊的发心有哪伫咱来来对哩？安尼有离开咱无？无离开咱。今麦我有写一条歌吼，我都写着采用到这部。我将写条歌都采用到这部。啊，佛陀与我们同在。迄条歌名叫做安尼，即马可能后礼拜来，迄条歌就会出来啊！啊，迄条用国家来去编的啊，即马来哈、啊，所以即马即句我写意思是讲，
公馆新会传地主啦吼，所有的地主在佛地主要研究大乘的，拢会当接受佛陀的这个新会。吼，譬如讲今嘛，咱安尼，啊，再这个安尼啦，把这个咱每一个拢含佛陀烧香，拢成佛安尼。吼，所以讲，这是伊演主师家建议讲安尼更加对。我安尼是小 case， 我知影吼，是主师干那我。吼、哦，安那会当所有地主拢接受佛陀新会相传，这是比较较健康，吼、哦，较是一个，较像心量大，较亲像佛陀，大较像虚空安尼，所以较讲灌顶受记正法心，吼、哦，吼、哦，迄内容是就甲恁讲哦，啊，反映着今仔日佛教的真济吼不如法的代志，吼、哦，拢有反映出来。啊，所以您即马注意看，就爱去体会书下这内容，自我反省一下。啊、哦，啊，所以佛陀，你讲其他讲吗？安尼唔得有变有有无量的化身啊、分身啊，应该嘛无离开咱啦。迄段就爱讲安尼，当然伊会当净土分身，会当当外土分身。啊，伫外土有六道，伊每一道拢会当分身。啊，所以讲，伊个分身嘛是伫咱个心中，合解吼，拢是咱个内底哩。即马过落迄条歌，我就写掉啊，吼，并无离开咱，与我同在，与你与大家同在，吼、哦。啊，那与大家同在，当然了解咱个修心嘛，唔通唔对啊，当离开咱无没有，吼、哦。所以伊讲嘛讲，你甲讲是有一个世间法，如果讲有无同个界啦，无同国土啦。啊！你若用发心来甲讲无啊，并无两样啊，吼、哦！所以今来在讲安尼哈，即马搁再来吼，即、哦、马来下面吼、哦，已经有出世的无老精神，当然即、這个啊、哦，已经有修甲无老精神，所以佛正将缘起哦，会记真啊，已经有出世无老精神，有哪？以愿为佛法，所以中道有哪有迷失安尼？即马我要甲注意讲一个较彻底一个，所以你今仔听大乘经就听到遮，再讲今仔日是已经第几集啊咧？今仔日拄好320集，但是你今仔有肯定自己怎么做没有？是毋是有哪会违背着这佛陀所教化这问题？你最要自己要小心呢。有这个因缘深入大乘，阿弥陀佛佛，你跟他会安尼会袂？所以进来的伊是讲中道迷失的，迷失的迷失，所以无奈的时候烦恼无明佛相哦，无嘛佛无明，跟咱暗看唔掉嘞。所以你即马爱坚信家己的言行。如果你讲内底有一个菩萨哦，内底有一个菩萨，我看是70几岁啊。伊即马来吼，伊若感觉有一点啊唔对，伊家己想的哦。伊先在来问说：“我即几日有安怎样？唔知有唔对无安尼？”这个我会警醒干的，才警醒啊！啊、哦，所以注意啊，咱家己爱少反省一下，唔通搁再唔对啊！你该行的路，你应该要接近啊，其他你若要搁行的路是附带就好啊，有无拢总附约的就。伊好，所以我即马甲注意讲一下，我再搁再讲一遍啊！你绝对要好好去追求大乘，因为在物件追求好了后，你将来未来无量劫，你绝对如影如现安尼。就你今仔日来当达到修无漏的，我甲你讲，你将来啊，才会当达到实际的解脱甲生活。啊，你今仔世间学问有学无学不要紧，真正有一个地主吼。就因人已经接面了，啊，接面嘛真歹接。伊当时伊未去学电脑，甲学英语安尼，我甲讲讲袂听，哈、啊，讲袂听。迄世间的问题，世间的烦恼，有甲无拢无啥要紧。我甲伊讲差不多5堂，伊天天啊唔来听经。但是对咱讲堂内底嘛真用心啦，哈、啊。好、啊，阿达还袂创啥？我问你。今仔日吼，一个博士学位啦、硕士啦、几国嘅博士啦，我咧讲，
不足的一看，你们不晓得了，没有用了。我就跟你讲，黑色对着三十个国家这荣誉博士，他有什么用呢？死掉了就没有了。我们学起来，未来生生世世拢会如拢会用着。他们靠特色，哈、哦，这点您注意，所以一定要做。好、哦，啊，你第一会当转读个人的这个无明烦恼，而且互相，你嘛将来会当教别人啊。啊，你今仔日那是讲，搁在烦恼无明，互相不是治的，还业识不是蒙蔽。我跟你讲，亲像去食毒小强。啊，你甲看还少年那去食毒的，看情安怎，你就知道。有诶食到无，啊，就去抢；啊，有诶就食到当面就派出所红了，啊，当面挨白叫无。啊，所以咱今仔日这个烦恼，烦恼就无明啦哈。无明来做业务，我讲多亲像个阴毒，所以这个贪嗔痴叫做三毒啦。啊，你今日若无先去除贪嗔痴，我咧讲你绝对有地狱恶鬼畜生的路通去行去，哈、哦，会记住咯。所以即卖下面伊讲讲阴毒，佮再讲血气为诱发，咱众生因为无明，啊无明应该就是血啦，啊血气现形安尼。譬如讲，你今日未血，啊，你伫只人间多做真济不善的这个工作，接到亲像药个药性个毒发，个发作，亲像迄个个食吗啡，食迄个个安乐丸，你甲看食了到底安尼吃袂离，啊，若无食就辛苦两个个。二十几年前我就来台北吼，下昏也未出家。在车头遐看一个小姐吼，足奇怪的用伊家己个食薰，啊对这个薰吼，触这个手刀吧，啊甲黏开食呢，足奇怪。啊南大迄个车头遐条，即马讲车头是古车头啦哈，南大遐呢，啊人安尼骂声骂声，哦，啊这算是毒发伤家己，啊即马咱毒发伤家己伊无主动嘛。啊，咱这么这个众生，因为未歇作业，伊嘛无主干啊，哦，啊，就变成一种叫做紊乱。啊，所以怎会记住？咱人若是无车无名吼，都含紊乱讲意思啊。所以作为咱今仔日对待法，就是讲无名要治无名，要治烦恼，一定要有智慧。啊，智慧呢，绝对爱由文殊修起来。哦，这三部六合就是安尼个界定慧，安尼了你就袂产生错乱，因为咱有一个法的对比嘛，正法甲非正法的对比，所以有那在学，无学真正袂使。即嘛有迄个博士去听我讲经，博士我伫别个单位哈，我有那彻底改洗脑，我阁无骗你，讲你今仔。我是外外讲啦吼，讲你今日个人间道，你学到个你朴素朴，你死都没有了。好好的学佛，将来你再佛法，实质无心，将来生生世世拢会成就。好、哦，也是以后朴素啊，知道吗？好、哦，就回去听我讲两遍，我就彻底改改造。所以恁爱有哪爱改造家己哈。哦现在以血液他来教授生死之苦，所以亲就完全无敌。我伫这个上呢，这个三，这个六道界地内底直接完全，因为血液苦，所以做咱学法就是为着要名利，所以记这句话叫好。名利就是要破血，破血当然你都唔敢做业。唔敢做业，就无生死轮回安尼。啊，当你听，听你有一个啥呢？迄、那个要破迄个真理在咱的心内嘛。自然你唔敢过来做业，无做业，你绝对将来都解脱安尼。好、哦，啊，那无呢？你不是在伫这地球内底生死轮回，连咪邪恶、善道、连咪恶道。所以虽然正发大心，唔过有诶呢。我、哦、那是会流转生死，我跟你讲真正。如果你今日无十足个精进去名利啦，你模棱两可，哪有哪无？我跟你讲将来难免，因为伫迄个个不名利的中间哦，迄、那个叫做啥？叫做紊乱。
吼、哦，哪对哪唔对，啊，你遵守个人的见，我甲你讲，难免来去作业。啊，作业了，虽然我你大家见到发大心嘛，不过你若无精神要解脱，那足久遥遥无期哦。所以真来得讲讲，有发过大心，不过毕竟有那个在生死流转的。就是受业力影响而受业报，安尼叫做流转生死。但如果你今仔日真真正正精神已经达到不退转，你成愿再来，那么这个无同。我内底写一句安怎呢？内底就迄条神话，不欣安养，我无欣想要去六国，安养叫做六国，为愿。啊、哦，为愿生生杀无再世安尼，我来得到写一句话。好、哦，我无心想要去六国哦，因为这个所在是我父亲的国土，所以我无当家做工亏未使钱，我绝对无要求生安养安尼，安养叫做六国。啊，我另外有那叫最近可能恁会浮现着，浮现看着电视，哈、哦，浮现。不求净土之乐，为愿救度娑婆众生，不思净土之乐。即卖浮现喺当电视的后边，节目的后边咧，安尼恁就会当看出我志气是先是安怎样？好、哦，安怎样？哈、哦？啊，那么恁若是看到这话，恁也有一个真深的感触。好、哦，因为我即卖即个心拢含佛陀的心完全相像。哦、用佛陀的这个志气和愿心来用在我的心灵、啊、所以我希望所有人一定要这样，这样佛陀的心会要向圣传给我们比较接得到，所以叫好、啊哦、现在来、哦、他说如果是没真真正正彻底就是发大心的菩萨也会要达到不退转也很困难、哦啊，但是处于谎言血欺辱，对讲有的这因缘，啊，在众生有灭血，所以佛陀不得不不用再做因缘呢。啊、哦，注意，佛陀以应化机识复现殊途，因为阿扁的故讲，啊、哦，那个翻转有的事实，几乎翻来归家嘛。这么这是种因缘哈，阿的再因啊已经不良啊。伊只不得不无过来，无过等下袂使呢。伊本来去探访，去行医，啊，再囡仔是，再囡仔是讲老爸甲无爹的变相啊呢。啊，变相就调动，包阴他毒药嘛。变相啊，变相的阴的毒药。啊，这样的福德，在忽然间过等来，啊，再囡仔已经中毒啊。啊，这叫做复利硬化机，血复还疏通。这叫做还家，佮等来处理。这个就是以度众生，所以复还处众生生死之，佮就讲福德道家佮再来安尼。哦，佮再倒等来，叫做福德，叫做不住涅槃，成愿再来安尼。哦，不住涅槃，成愿再来，叫做无住涅槃。哦，这是安尼。这个就讲。复还以众生生死之法，亦释现所应化之土为家。佛陀本来就咱这国土的教主，所以你敢知迄个三，咱个拜迄、那个，迄、那个三十诶，现劫啊，庄严劫，甲成就劫，到三千佛，拢总是佛陀伫这个娑婆世界教化出来。啊，但要延续伊的心会，啊，所以咱有甲咱讲过。在未来，这个国土唔多，一千户、一千户、一千户、一千户，直直过了，总有一天，咱爱接应的，咱爱接的。好、哦，我讲恁就听有啊。所以当然都要有大志气啦，大愿心、大精进，安尼较有可能哈、哦。所以这个佛本来无假，哎，佮讲佛本来无假，就是啥呢？应该处处是假，每一个所在拢是佛陀的家。啊，但是每一个众生拢是佛陀的子呢，哈、哦！但是伊伫这个所在哈，在当时是有不相实现，啊，成就伫出土，事实出土，我那是咱佛陀的国家，的国佛国，也就佛陀的家呢。
啊，所以唔够辅导，该讲天下众生皆为我主安尼。吼、哦，即句话应该大家知影。所以咱在是拢种佛的囝，啊，佛囝唔着咱有普贤，迄、那个水顺袂安尼。正重要是安尼。吼、哦，啊，所以我正甲谁讲一下吼，一定爱好好继承佛志，广大心，行菩萨道安尼。安尼才是佛道的真正佛祖，叫做法龙主安尼。吼、哦，但是会记住咯吼。哦初土为家，但是搁在是这生成道安尼，这道众生成道，迄话就是安尼讲。这道众所以众生有流转生死，诶，中间属因不灭不灭，所以呢本性不灭。比如讲咱今仔日有个流转生死，啊过去的因哦，咱知影了，今生忽然间问题无佛法了，咱无灭灭，所以这个本性不灭，这个叫做不失心安。啊！但是我咧讲，有那阿个问，阿个问乱了，唔是讲今不是心，今日有这因缘来听到大声，你就完全拢总会当体悟，无一定。好、哦，因为个人的蒙蔽啊，实在是参差不齐，有的是问乱，哪进哪退，哪进哪退安尼。啊，有的是真正有不是心，哈、哦，迄个啥呢？迄、那个如来正觉内底如来体性，迄、那个并无流行。今年这样讲，搁在受着教育了，随搁在普贤迄、那个菩提道出来呢。哦，迄、那个较叫做不失心啦吼。会记着呐，啊，即嘛都看个人啊哈，看个人啊，都负责讲讲安尼嘛吼。所以亲像善根深重的人哦，吼、哦，但佛应化欢喜信受，安尼叫做不失心啊。比如讲今仔咱录音呢，来到这里面来讲讲，啊，听到这个佛陀甲咱教化成佛。诶，这大乘妙法莲花经，而且咱听到了，咱即是吼读诵啦、修持啦，吼、哦、对吼、哦，头前咱就要读，啊要来修持，啊师父看到了就为人解说安尼，安尼即个叫做不实心。啊，但是我你讲哦，真侪众生是百行，这个算这个经缘百行未掉，我不骗你哈。卖讲偌济啦哈，我讲一个真正啦。如果啦吼，对开始妙法莲花经讲较真啊，真，假使来听的人拢总有伫咧，应该比你搁较加一倍啊！我不骗你，绝对加一倍有。吼、哦，有诶是我捌咧，伊到迄个个三毒起现灵了，菩萨啥都离开去啊。有诶是心存不良离开诶，有诶是因缘无拄好离开，有诶是因为业力家庭未顺离开诶。哦、啊，所以今仔日照讲哦，那是下当安尼是真好啊。比如讲今仔日你都安尼听着都欢喜，信受啊，特别托相受持，啊，将来通为人演算嘛，安尼当然叫做不失心。啊、哦，会记得哈。就所以佛陀，咱今仔日来当见着咱本师释迦牟尼佛，啊、哦，啊，甚至咱会当认定释迦牟尼佛是咱的父亲。哦，父亲大人，哎，为了哈，甚至个怎样讲，佛陀是大医王，啊，你得个救，先那个救，你点灯得个救，地主供灯目的是要为着要开智慧，唔是要消业障呢。当然业障消，哎，开智慧这是对。啊，你得个佛陀救啊，救佛陀个放光，我个智慧开发，将来会当达到佛者的成就，通够救度无量无边众生呢。真正，师有结强无？师结强，听好无？真正我有结强点，不过我拢强伫迄个高雄。啊，那是在信众伊本身内底强点，内底消解到这个业障，我甲讲讲了，伊无法度通，无法度通做，师绝对替伊做安尼。啊，了解吼，绝对替伊做。吼、哦，啊有诶，就讲讲师，你卖替我做，我家己做，但是互我看看，交我都可以。有你就起来，一百两百十块五块二十块你起来，不要紧，你要讲规定来讲安尼。好，但是唔通未记起安都好啊。所以我即摆要甲做声明一下，强顶绝对地狱在开发，因为佛陀会放光甲咱普照。好、哦，这熟悉的代志，所以我唔知恁有去强无去强，我唔知哈。你爱强，真正爱强，哈、啊。
还是好好的做啦。我讲真的啦哈，啊，有那都爱勤力研究，勤力研究呢，以目前来讲哦，即咱就简单讲讲，这本叫做大乘嘛。啊，书给甲恁解嘛是尽量有一款面向，就甲恁提出来，甲恁做一个明确的分析。啊、哦，这里就会当你唔当离开家哈。所以佛陀咱就怎伊，啊，所以咱就甲救书，救其慧命，救咱的慧命。好，咱来发这地带开发。啊，发这地带开发呢，将来咱到这个猪牛，猪牛中间有种叫做福德牛、福牛，啊，加这地猪牛、福德猪牛。所以两行来第一，就是第一，你无布施未使；第二，你无读经未使。所以这两种的猪牛，你若无固将哦，将来行拢会行到半途而废。我不骗你，啊、哦，这点要注意。所以。现在在讲正法大心之众生哈，发大慈悲道，大心叫做菩萨道哈，都、就是以出世无老智慧精进作为寿命。那、啊、这个寿命多久？诸位无量无数。佛尊的寿命发心无量无数，咱今仔是成就，有那是寿命无量无边，你记好啊。所以呢，不过这个寿命啊，个温不的无边烦恼中呢，咱因为发心的寿命无量，骗虚空无量功德，搁再超越三界，无所谓过去、未来、甲现在。但是咱呢，这个个慧命等于寿命，目前是伫这个业识中安尼，所以现出的光明现不出来。哦、所以拢有这个分段海胎啦，种种奇奇怪怪，这个心思动念，这是必然的代志。哦，那无呢？应该咱会啥呢？每一个刹那中间，拢会为着众生设想安尼。安怎样哈？所以咱今仔日呐是这个温不无温不的无明烦恼中哦，安尼咱就会当彻底发力主张。啊，那是温不的，就当然袂当发力主张安尼。就已经不能成就了。啊，你今天就得突破这个个业性，要因缘成就是比较较急速的。但是要突破这个个业性的中间，你一定绝对袂使集中五尘。五尘知影吼，卖集中世间的这诸法，所以这头前叫做完全无地的集中这个世间的诸法，所以那个不值得的。你小心。世间的诸法，你若搁着缘，我跟你讲，你的生命有哪乌有去，蒙蔽，安那随其业缘来轮回生死，哦，所以你唔通将这个一生的生命拢考虑伫这个金钱啦、啊、地位啦、啊、家庭啦、啊，不值得，我不骗你，好、哦，这个搁再讲一句，经济生活过得去就好了，哦、啊，安那是讲。都会过啊！我那是放掉，会当有安定的生活，你得爱寸光寸金，将一生所为这个生命，佮投注在未来，现菩萨道的基本安尼，好好努力哈。所以呢，若袂当发力主张，当然这个寿命都有断绝之无呀，就是讲有断绝的可能安尼。我嘛知影讲，遮个南疆某一部分，安尼哪要出来，哪唔出来，这对个人来讲，实在是真无好诶。因为一定爱十六个精进嘛，啊，鲁藏这边某一部分啊，迄款迄个空位还佫伫遐，我就感觉伊对事都过不拉当啊，忽然间无来，就无来，也无消息一个，啊，到有甲你消息，伊就袂来啊嘛，哈。伊就未无来啊，所以你们的印呢，到底又会怎么变了？不晓得啊、哦，小心啦、啊，家己把握好势。我唔敢家己讲，咱大家法官基本法来经去读过了，啊，你要变靠你去变，那是最好卖变。因为我有甲恁讲过哦，法律经读了，我要讲连结经给恁听，这种大性的，吼、哦，基本就转入微识啊，啊了解吼、哦。最近内底寿命都有转出之苦哩，所以这个对佛吼。哦处为见佛含心住，今仔咱来当见着佛吼，那应该欢喜，听有无？
建佛就是由大乘菩萨来建。对嘛，我跟你讲哦，你讲建佛有的是皈依嘛，无一定建佛；有的修戒嘛，无一定建佛的；有的做大法师嘛，无一定建佛。我跟你讲真正，过后你做大法师的人，无一定建佛，因为伊经藏不明。这个佛要成就佛道，这个处事、这个路程安怎行，伊不明，糊里糊涂过了一生，这个是蛮多的哈。我跟你讲，你看就知道，听经听听，你听别人，你有这个大乘的这个根基了，你听别人到底一讲什么法，有如理甲无如理，你就听有啊。啊，你今仔日若告诉讲无听过大乘啦，你到底修行伊的点伫对一只，主题对一只，你搞不懂。不是讲注意尔啦，连咧法师作者都不明理的啊，无伊唔敢咧学白母母家这个佛法愈严重啊，所以佛陀讲西阿堂，另外吼，迄条乌鸦飞拿出来，你小我细数一下，迄条就是凋零，佛法凋零，迄条乌鸦飞哈，另外较起来加点嘛放互恁听，啊，有哪互恁慢慢来来下面这段。夫见注定苦恼如是，以诸经方求好欲彻，色香味味皆色故作，得殊合合无住念佛，而作是言处大量量欲，色香味味皆色故作，逆定可获，速度苦恼无惑障烦。啊其主主张不是心者，见处良药，色香故好，即便福至，并尽度如。以是心者，见其福来，随意欢喜，闻信求速而定，人无其药而不轻福。所以叫独其深入，识本心故，无处好色香药而为不必安呢。啊，这么即我大概先讲一下吼，比如讲，最近咱着老爸啊，出去其他国土去行医，啊，这样着开始食毒，都老爸无伫边嘛，啊，着家己放肆安尼，啊，就做了毋着文作有地嘛吼，药法文作，啊，再即嘛老爸倒转来啊，老爸倒转来，即嘛着甲老爸问心问安了，啊，着请老爸。啊，树叶互伊食，互伊袂阁中毒，啊，寿命会阁再延长安尼。哦，啊，所以讲老爸回来了，即马伊甲佫讲，佛陀，夫老爸看到囝有苦恼，苦恼甲混乱，啊，伫地林伫土甲去打滚，即个叫做堕落恶道。哦，所以佛陀佫用其他即个经方。经经教，啊个红药，吼啊个找真好药草，药草中间有真好看，啊个真香真美味，吼拢种古迹哦，啊个在这里这里哈，这里叫做倒，啊个筛，倒地上呢，净枯净好，净这个油啊，净好油安尼，伊倒些艺术家呢哈，啊了解吼。啊，这西就是台下艺术。比如讲，这个咱这个个德气吼，病起来了，有血胖，啊，血胖归太阳呢。哦，这些讲安尼啊，啊，搁再来吼、哦，这两行加个合合，合合就今嘛，这个油粉，这个油啊，正常油，啊，搁这行油啊，这行油淡淡的，哦，淡淡了呢，叫咱再加加呢。啊，这么这句话的意思是给讲啥？讲佛陀有百万四千法门。咱在众生中毒，无一定同一种的毒。啊，哪讲无同一种的毒？我甲侪讲一个三毒的中间，有的是贪，对吼？有的是嗔恨心真重，有的是如痴邪见。啊，你讲这三种的毒都无同。有的是啥呢？贪过嗔，啊，有的是有嗔无贪。啊，有的有贪无嗔，你甲看伊要共卡油诶，吼、哦！我甲你讲哦，伊是有贪，毋过伊吼，拢总是伪善。恁在看有无？唔知啊，拢在那好声好说，
啊，要甲你帮忙，要甲你啥？事实伊要甲你帮忙是有目的的。师也有碰过这种人，啊，你强甲你吹销，伊去卖物件呢？哦，啊，足好水哦，你知无？哦，迄嘛是真柔和啊。啊，所以这种的情形有这种叫做相关假道的，伊嘛捌佛法啦，伊嘛喊你讲两句啊，无大几句就叫做过去因缘。安怎啊？有的是安尼嘛，啊，有的是搁甲你强化的，嘛是有啊。哦，这是世间的人拢安尼啦。所以这么来其实啊，所以佛陀用各种药方给咱，就是众生的这个病无共症头，总是袂使讲感冒，你要甲食高丽啊哈。敢袂使？食了到你又熟悉我输你，哈、哦！感冒是爱食凉药嘛，爱食气红下，唔是讲高贵药拢会当治病啊！你爱注意，有时阵咧草药啊，迄你若中邪啦，迄药方落来，伊甲你几行啊，只凉药你食食，确定啊，发毛发就好起，哈、哦！有种个情形，爱知影吼？所以今来在讲，佛陀用这药方，人家讲这个就是大良药，哈、哦！色香味味皆是苦涩，但是恁大家来去吃，吼、哦，吃了后这个苦恼就未搁再生起来了。啊，什么叫做苦恼？就是六道的苦报，互咱产生恼乱，叫做苦恼。啊，甲人间的这不停，这叫做苦恼。啊，人间的不停，伊即马这苦恼，中间伊即马就甲咱讲，你安怎样修改嘛？你对这个业障是对对来，跟咱靠这苦恼。所以就跟咱讲安尼，吼、哦，这就一切法啦。所以咱即马在吼，咱即马在做囝的人啦，吼，做囝人有种是失心的，有种是无失心的。失心就讲啥，迄、那个道德观念拢无，迄、那个佛法观念拢无，这个叫做失心。啊，那是阿哥对佛陀的这个个相信佛陀是大医王，啊，佛陀药啊，伊有十足的相信，伊要吃的人，吼、哦，伊吃了到得了病尽毒入安尼。病拢总毒，哈、哦，病哦，拢总尽，拢总医的。咱若要叫佛陀甲咱讲，这药方的这法门的去，要去医治咱个人的这个严重的烦恼病，咱绝对会解脱，绝对无苦报。好、哦，这意思就是讲安尼啊。啊，那是这以失心来讲，再无相信，再失心的人，哈、哦，就讲对佛陀无相信，你都紊乱。啊，这佛陀当然是假仙啦，哈、哦。哦，加先哦啊，学佛真好哦，即马讲白谈啦，学佛真好哦，好、哦，恁出家真好哦，好、哦、啊，恁个素质真好，好伫对，啊，你看素质，用我无多啦，我无这因缘啦，有无？你嘛拢讲师出家真好，无恁来出家，咁好，卖进门家啦，进门家啦，大珠宝店咧去个，他就报名啦，好无？好好不听不我跟你说你要做这个去做因为自己去做酒啊输给你鼓励你会做酒、啊、有的说啊吃得真好 啊, 啊你看不吃哦我改不过知道不我跟你说牛的这个人就气死了他还会给你学得真好还、啊、还好啦、啊、这有的这样的戆人东西煮开三杯鸡什么鸡西亚头的什么物件，一只鸡啊，三种的煮法，一只鱼啊，几种煮，嘿，好食，恁看唔食，恁怪戆的，哦，啊，这就真正大戆的人，哈、哦，哎呦，起码咱会使甲讲，哎，臭臭鱼鱼，恁看食的对啊，够外好，啊，嘿，内底有这个抗生素，食食身体拢调平，啊，恁看食的对，你会当甲伊反驳啊，哈、哦，所以我咧讲，嘿，就讲，哦，恁。现在有的是俄罗斯吃素食的人好啦，有的是说俄罗斯刺激素食的人是无阿公的安尼啦，哦，迄叫做失心的啦，听好无？啊，比如讲你今学法的人，知影讲这个法真好，不过你家己无要用功，也是无对啦。啊，了解哦，这个叫做以失心者见己夫来，好、哦，比如讲看到佛陀的这个法来有啦，虽然伊今仔日有那真正欢喜闻信救赎地咩？唔过，家讲修行安怎修，伊个唔见。哦，即马来吼，这就是失心者。有那会啊，真有啊，看到三宝，佮跪拜啊，佮会向拜啊。我问我，会靠当在？无啊，我无法度啊。
你搞五届，无啊，零级的啊。那是以改为师呢，他把那个形象为佛呢，那是以港为佛的，跟他无要修法，无要达到迄个港。哦，你甲看，我改甲有够认真呢，叫听见无呢也无变啊，叫伊受。叫是我改无变，叫当在所说也无变，关在我行我素，这叫做伊嘛欢喜无心啊！我就来救佛啦，我就来创啥呢？人讲听到金嘛，讲无三个波头，听三讲，听五讲就走去啊！所以你唔通我甲你聊着啊！啊，这特地解释就对啦，唔是解释啦，特地甲鼓励，甲刺激看伊样想要做未？正法闹闹无，啊！迄条歌是毋是甲恁讲过？有无条歌？如今正法犹在啊，只是行者心地改啊，那无经藏者了上善那无，那无是诸位不长进，唔肯好好去研究，通去修行安尼尔，啊！就讲讲个虚表的啦，虚伪的啦，讲一寡世间法啦，哈，这拢无落用。所以等于就是对这个用，就是讲佛陀这个法，伊无要接受，无要改，无要接受，这个叫做啥？这个个佛陀这个法无要轻忽，哈、哦。所以之后呢，为什么看安？因的毒气侵入，人讲中毒真深啊啦，所以因失去本心，所以中毒什么中？就笨蛋啦，听无？啊，用神仙就好啊啦。好、哦，无代志做上好，啊都有啊，我有去念佛啊。注意，学佛敢是干那念佛呢？啊，个念佛的本意也唔捌安尼，就干那要食软啊啦，听好无？人讲气啊要经软的啦。嗯，我都去念佛啊，我将来敢袂当去西方？我你讲，不可能。迄叫做烂经的啦。人这个龙树菩萨讲，那是伫这世间行菩萨的管理，但这个世间老咧大众生，这个叫做上进气，上进气。啊，那是要精忍啊，吼、哦，要去净土，迄、那个叫做烂根的。迄龙树菩萨伫这个十住比波沙论内底讲啊，真艰苦，啊，就较紧念佛来他方。啊，拄到这法师也是有呐，害就对啦，天因。啊，法师就是无研究，干那样叫人念佛感应念嘛？啊，所以进来这个叫做毒气侵入，失其本心。所以除了吼、哦，这个色相药，哈、哦，无处吼、哦、色相药，以为不必讲。这个佛法内底，还个当作无解，无解正确，无解水安尼。啊，这是家己我见想的哦。啊，都无多，这嘛是因缘啦，哈、啊，有那因缘无福报，叫做德报。虽然有德啦，啊，都有皈依，但是无要修，这叫做德报。啊，那是根基深，德性高的，绝对学佛学到我要成就菩萨道呢。菩萨道要圆满，甚至搁再来度众生，未来要度众生无量。头前讲过啊，恁会记住未？忽然间伫地下涌出。六万行而衰菩萨，啊，每一个菩萨搁再有地数六万行而衰，你甲看伊拼偌久拼的啦，迄得要经过千辛万苦呢。即句话你来记好呢，迄菩萨就真正积极个度众生，他下当每一个菩萨搁再度六万行而衰，即个小菩萨，想看嘛？即个是咱将来啊，咱爱安尼做，所以咱下当度众生，咱较有幸福的资格啊。听好无？唔是讲用先生去的所在净土，讲我你外久你就会当成佛呢？哈、哦，注意哈，来，这个就是啥？咱搁再来个看这个经藏的迄、那个哈，比较一、這个。进来底吼，这个依经求药，就是讲观机是教，所以佛陀八万四千法是度迄个根基不同的，哈、哦，安怎样哈？但是这个色香味并味的好药，这个是啥物货？哈、哦？唯有一大乘的妙法呢，就是个基本妙法的那点。唯有一大乘，就是迄、那个色对讲好看啦哈，啊个香味，甚至个味好好药，安尼多啊，一大乘法，
对哦，这代志是讲得真清楚哦。哦，搁再来呢，道书和合有主两方。咱搁讲一下，这道就是真空。哦，恁记得哈，真空安怎样哈？包括真空推，从这个叶啊，做个粉粉个过胎安尼，太粗的胎好起来。哦，所以这嘛经过选择了。他搁在河南在做佛陀的囝的人落去吃呢，这个就因此讲种种这方便显卡，他就讲出这本《妙法莲华经》。咱读到这已经如来修罗篇的第十六个嘛，哈，应该大概拢会当知。但是这个呢，就是要灵性，就讲河南有这个心起界，由界起行，由行起境啊。啊，即嘛咱来讲一句，心界行境，这头前有真相，这个做讲。所以你更爱相信佛陀的话，咱绝对袂再怀疑。哦，这个危险。但是你今日已经是佛法啦，你得爱了解什么叫做佛法，迄、那个叫做解。你相信了，你爱了解，但了解了要创啥？就是爱行，行得修。这个话多像王阳明先生给讲啥呢？讲知行合一。哦，头前只是解，解就是知，啊，但是爱正知。就对唔通迄落个安尼糊里糊涂，大概讲你知安尼，好未使啊？但是你今日知了爱修，所以这字叫做行。搁再来有行，才当得着正悟安尼。你若今日无行，绝对袂当得着正悟。你要注意这点，所以一定爱开会当静了，开当断诸苦，就是戒除六道生死轮回安尼。你今日如果你若无实修，我你讲空了解，无啥物路用吼、哦。所以即个应机说法如安尼，比如讲应种种根基，有先讲人天法，有先讲人性，有先讲大性。但不实心者，就讲看到药变好。比如讲今日知影佛法遮尔好，伊就照即个佛法来去修，修了即嘛即个烦恼病得治，即、這个叫做福变病如安尼。啊，你今日无必修烦恼。无可能度，苦报嘛无可能度，所以这个文来说讲如顿悟菩萨有领袖妙法之智慧安尼。比如讲，即句听到这个大乘法了，伊就是即刻要来照大乘法来去读诵啦、吼修持啦、为人演说，这叫做顿。比如顿悟的这个大乘菩萨法有领悟妙法的这个智慧，好、哦，因为得因妙法，他发生功德安尼。所以我正话跟你讲者吼，这个是咱这个所在，虽然是四百平尔，我咧讲这个叫做大道场。为什么叫做大道场？因为这个所在叫讲大乘法的道场，叫做大道场。你家记这句话，我绝对袂忘记。但如果一个山遮大基，啊有一两千人皆自修，迄、那个叫做小道场。因为自修中间是二乘，吼、哦，迄、那个就叫做小道场安尼。所以伫这个思想功德，我正甲注意讲一下，思想功德中间大道场的功德，比小道场的功德大几啊万倍，我不骗你。哦，这是事实的代志哈，即卖记住了哈。所以这个就金色成道主，你今仔日若伫这所在继续努力，搁发大心，未来生生世世，这个根基有够，当然将来。哦，根基因缘成熟了，你就当成就无上正等觉安。哦，但是这个失心的人是啥？无心，无心就讲你今日虽然有去听，但你硬啊、散散啊，这个心就搁念伊迄个道场，念伊迄个道场，安尼走来走去，迄、那个叫做失心的人。失心就讲你心内有妄别执咧。虽然今日这佛法内底有足侪道场，你家己认未清，到底行什么的道场较正确？爱研究什么法藏，较比较较正确。你家己都无彻底了解，对你本身有哪地一个生活道中间的时间，可能较会拖沙安，哈、哦。但是实现的人讲，看到父亲，就讲看到释迦牟尼佛，当然咱要欢喜求知。不过呢，不过唔肯吃药，就是讲唔肯顺从佛法。有啦，表面上有，但是事实是没有。这个叫做不肯学，但是伊有欢喜的心哦。那个欢喜心不是诚实的心，
就是虚假心啦吼，表面心啊。所以这个今日这个修行的人，有那有真侪虚假心，心无实在，吼、哦，这个叫做实心的人。所以呢，伊就是无辨别到的智慧，就讲这个法到底你安怎样修，伊并无这个本事去辨别。哦，伊讲那拢总嘛是拢出家书啦，拢总这些功夫经他搞不懂，什么叫做正报，什么叫做法报。什么叫做大乘？什么叫做二乘？伊他搞不懂，所以这个叫做无辨辨有之地位。那无辨有之，比如讲占我的菩萨，伊的佛像还佫真深的，哦，伊都无要相信接受这大愿啦，啊，就伊的妄地还佫真深，所以根性还佫未完全成熟。不过注意不要紧，你若要用功，一定会真根性熟哈，是个妙法，会记着啦。这个妙法貌生性改，伊无肯修行。譬如讲，伊面貌爱看是真自信哦，哦，但是事实伊无实在去修行。好、哦，这些讲，所以这个未成熟的这个比法的比如，啊，未成熟的啦。但我今嘛甲做讲一下，你用功，你今日心还佫飘摇，无要紧，你莫离开遮。好、哦，我慢慢啊，直直讲讲啊，到尾我甲你讲，你就会当完整。大乘菩萨都来得去积极努力，安尼就未去差错。好，弥勒尊哦，啊，好。